好像少了很多人。我还没唱呢，怎么会那么感动呢？赶走了很多人。OK， 好，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好，对，现在外面好像有飘一点小雨，对。可以穿雨衣啊，没关系。对哦，像我有时候很冷，觉得很冷的时候，我也会穿雨衣，甚至表演的时候也穿雨衣。下半段是由我西子来演唱的几首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老歌，还有一些朋友的创作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晚的歌曲。
其实还蛮紧张的，我今天我的声音还发抖。